嗨，姐夫，又见面了，干嘛？不回来了，不欢迎啊！姐妹们，起晚了，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我们要启程回北京。这次回去肯定不会堵车了，10个小时咱也到了。这又收拾出来这么多东西，我依稀记得昨天后备箱就已经满了呀。是呀，这以后得换个7座商务。走吧，内蒙大面回北京，让妈妈龅牙。这么溜到这过年了，想好了是吧？再不回去就被开除了。亲口。哎呀，那摸摸手，路上慢点啊，过年带你爸妈一起来。好嘞，要不把我们喵子留下吧。你在这儿行不行？后备箱得再规制一下，东西太多，勉勉强强塞进去。拜拜，姐夫。拜拜，下回再回来。好嘞，全程8个半小时，预计5点到达，但是感觉我们到家应该得是晚上了。哎呀，睡醒了，开心了，宝宝。姐妹们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啊？俺们又回来了，梦一场呀！带太太出去溜达了一圈，然后说想你了，就回来了。主要是姐，那个啥，我走着走着我一寻思，你答应给我的烤全羊还没安排呢，我不能回北京呀，赶紧掉头又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想着我的烤全羊不用安排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这东西咋拿下去的，再咋拿上来吧，这几天把它都吃完。你是不是就是为了忽悠咱这点内蒙特产？啊，其实在今天出发的前几天，我们已经联系社区了，就我给社区打了好些电话，也发了好多信息，就保证能回去，然后能接收我们，哪怕回去隔离7天，我们才决定出发的。这该煽情的都煽情了，该告别的也告别了，该买的特产也买了，只有回来了属实有点尴尬呀。没事，你不尴尬没人觉得尴尬。今天我们公司 HR 还给我打电话了，就跟我说这个月1天没有出勤，问我五险一金那个个人部分怎么扣。我说等我回去再说，我马上就回去了，这又整个月，你说我怎么办？猫哥，你那工作怎么样，还保得住吗？哎，我真的尽力了，该走也走了，但是人家不要我。赖在这儿了，不走了，心累了，让走也不走了。姐，我们不走了，该准备年画了吧。啊，这是准备在我们家过年呀。哎呀，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多热闹呀。热闹热闹。嗨，姐夫，又见面了。干嘛？不回来了，不欢迎啊！明白了吧？咱不应该回来的。那咱们应该去哪儿？飘着吗？没有没有，回来挺好。那就行。住着吧啊！啥也不说了，又回来了，把被子找出来呗，该睡也得睡呀。找呗。喵儿，你是不是挺好奇的，这爸爸妈妈今天带你干啥去了，折腾一天又回来了啊。大喵倒是挺乖的，在车上不哭不闹，一直在睡觉。还能继续玩自己喜欢的玩具啊。梦一场呀。还在呢。这是走的时候本来给涮涮贝贝，但咱姐咱都不要，我们俩就给压在枕头底下了，现在还在这儿呢。看你开心成啥了啊，大喵，你是不是也不想回北京啊？啊，你喜欢这儿是吧？哈哈，咋的，睡了啊？我心累。娃也不哄了啊。你这白天睡好了啊，晚上又来，哎呀，开始唱歌了啊。我就想知道咱到底啥时候能回去，我这工作真的保不住了，真的。彼此彼此。别回去双双失业呀。哎呀，不好说了这次。喵子，爸爸妈妈要失业了，准备喝西北风吧啊。看我们拿啥养你啊，宝宝！你说这姐姐姐夫白天上班，孩子上学，咱俩天天住人家啊，蹭吃蹭喝，就像两个无业游民。看看你们这一家四口啊，真热闹！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屋里冷冷清清、凄凄惨惨戚戚，一起嗨呀！彪子望眼欲穿，想加入？哎呦，啥表情了？你这不是浪费我们感情吗？早上刚告完别。来，快跟大喵打个招呼。来 ，hello， 假装我们刚来。你妈妈已经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了，现在是我们的家。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的家。你们想让我们再待2周吗？不想。啊？想为啥呀？这不是你的么的？这不是你的。这不是你的。这是你家吗？是。这是我家吗？不是。你思维逻辑好清晰啊！你一个3岁半的小屁孩，你。